头发怎么这么短？毛寸、圆寸，不对呀、啊，古代人怎么会有这么短的头发呢？工作期间，概不见客。秋宝宝，快出来，妈妈找你有事儿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说儿子呀，家里都来客人了，你一直待在里面都不出来接见接见呢。哎妈，我要以工作为中心嘛，要是有客人的话。哎，这可是娘啊给你纳的小妾，你不要见见？纳妾？来来来，来坐来坐啊，坐下啊，坐下。哎，你过来给我坐下。娘。相公，你快相看相看。儿子，快看看，这是娘啊给你介绍的人。相公，哎呀，我一个宅男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哎呀，你看看嘛，看看呀。你不是那天看病被我花痴的那个女孩吗？想你秦芷若。娘家妈妈，你看看我们秦姑娘，那可是咱们广德县数一数二的好姑娘，这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这刺绣呢，哎，那是十里挑一。我刚才呀跟秦姑娘聊过的，人很不错的。秦姑娘，不知道你的身子如何呀？啊，姐姐，小女身子很好，不曾害过大病。哎，再说这秦老爹吧，杨老夫人，这秦老爹在我们广德县也是数一数二的老爹爹。你看看，把我们秦姑娘培养得这么好，这刺绣……好了好了，这些我都知道了。哎，可你不知道的是，这秦老爹说话可是干脆利落，从不说轱辘话的。哎，这个好。秦老爹啊。不知您的祖上可都有声誉？哦，当然，我们家是七窝那个八代。要不是芷若他娘过世早的话，我何止一个丫头呢？真好，相公啊，那你的意思呢？女人我懂，她表面上满意，内心一定是吃醋的，所以我必须要把装逼进行到底。儿子，小雪在问你呢，快。不可。